豆腐模式。嗯，入ってきたで。豆腐模式我之前破过几次，可是有点，就是过不了，有点好困难哦。本来已经放弃了，不过既然其他第二期就打完了，我干脆这张就干把它解完好了。豆腐泡在这种地方，僵尸吃下去不会生病吗？哦，对了，僵尸本来就是病人的。呼叫一号。不过豆腐这样子，照理来说也是烂掉了，就是会腐。哦。会照理来说泡水的话，我一直想要。不对，豆腐是在那个油炸里面炸的，所以说干。可是水又那么冰。啊，重点不是这个，重点是我要怎么过关呢？他的路线跟那个汉克一样，不过因为他没有什么武器，所以难度会变高。这僵尸很挡路。他身上带的小刀很多，不过我觉得应该不够用。要适当使用，能回避就回避，不能回避的话再使用。别过去就好了。滚开！哇靠！不想在这个时候被抓到。出口绝对不是在下面，那下面是一条死路。豆腐一直短短短。哦，这是两坨大便。滚开好吧，我要过去。我靠！浪费两把了呀，靠杯！你要抓到什么时候啊？哇，这边有一大群的。不过我觉得小刀快不够用。哇，前面有一只利卡，那个会不太好闪。
利卡好像比较难攻击背后的敌人。哇，这边有一堆。哇，一大群。哇靠，哇靠，放开。豆腐已经被他咬碎了，走开！也应该有暴君吧？哇，所有的人到了！哇靠，把我推出去！硬闯的后果。趁僵尸昏昏沉沉，我靠！我靠！药草，坦克怎么回事？还没到达撤离地点。哇，这里僵尸有够多的，已经不是李昂能对付的量。小刀快要不够多了，成功越过，不过还没结束，还有利卡，可不可以滚开啊？小刀快不够多了，哇，还有食人草哎！跑跑跑！还好还记得路，那狗在吃活僵尸吗？这种互吃的概念，滚开滚开！靠，这里门怎么会被封住了？好吧，我真的忘记路线了。这是通的，大概也只有楼上可以走了。不过小刀射四把，不能再浪费了。为什么会倒地啊？我觉得我快撑不住了，不能就这样丢下
宝能通过吗？我就蛮好奇的。我都已经被搅成一个冰淇淋了。哇靠！还有那一大坨。哇！刀子不够多了。我刚才差点被地上那只抓到。前排一大堆，我真的能通过吗？可以解释一下。我应该可以再被咬一下。不是这种咬法。会死的，会死的。刚才我还以为要差点GG了。哦，这快要通过了。你根本没有脚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冰淇淋吗？快融化，快融化了。我想要会死神吗？我不是汉克耶。汉克怎么这么喜欢吃臭豆腐啊？哎，他不是被吃掉？要求，这成绩我还是，我不管成绩了。其实这样我还能接受啦。我把这张拍下来好了，反正我既然都过关了。OK， 好吧，那就先这样吧。